Look at that. I think someone is living down there. It's really deep. Oh, fuck, fuck! Hello, 我是 TT。你们猜我们在哪里？觉得呢？你觉得呢？白，好白。我们在阿尔卑斯山下，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山上。那当蒙丹纽的苏鲁皮。山上。山上。In the middle。对，然后这里有很多人在滑雪，但是我们不是来滑雪的。我们现在干嘛？I don't even know how to say it in English.Racket, 不知道啊。Racket. 我们来踩雪。嗯。就是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Walk around with this. 然后放在鞋上，然后我们就在山里面走，然后会非常的有意思。Oh yeah, we'll go in the forest. Yes. Hopefully we will see animals, maybe. Maybe. 然后所以呢，我们很期待我们今天的一天。来 ，Let's go.什么一个爱斯基摩洞吗？堆了一个空的雪球，里面是变成蓝色了。我们现在上坡了。这坡度超大，好难爬，他们都爬上去了，我要上去。哎，奔奔好吗？好吗？You look tiny compared to the mountain. 哎呦，我们上来了。累吗？不累。冷吗？不冷。好，我们走吧。我们现在进入森林了。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这种松树林。然后这个雪都是已经下了有段时间，这个雪好厚。刚刚我们在底下看到。雪已经积得有半人高了，什么鬼？还有落雪，好像我们过来有震动到树林，然后一直树上有雪掉下来。你看看看看，雪在不停地往下掉，前面也是，不停地从树上有那种结成一块一块的雪块，然后就这样落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山里面呢，然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里有一棵树，树上面有一个黄色的标记，我们跟着标记走就不会丢，对吧？对。好，我们就跟着这个黄色的标记走，然后这一圈走下来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树上不断有那种雪块，那是很小的雪块掉下来，所以还是比较安全的，只要我们不要走到那个深树林里去就好了。看见好高的树，参天大树。来，我们继续吧。阿朱，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在这里不能大喊大叫。那我们只要大喊一声，然后那个雪就会崩下来。这是什么 ？A bridge。
这是我们脚下，这是山坡。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滚下去是什么效果 ？Look at that. I think someone is living down there. It's really deep. Oh, oh fuck, fuck!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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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那个很深，对不对？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十一米吧，我觉得比我一半要高，应该不止一米。哎，不过我也没有两米。啊 ！There you go. Let's go, let's go. 这里太危险了，我也是跟这种傻子在一起。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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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们被一棵树挡住了去路怎么办？从下面走一下，提波试一下，然后这样跳过去。因为我们都不想滚下去。这个是什么呀？如果大家知道，可不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啊？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好硬哦。这什么？不能碰它，就这样子，应该不能吃吧？是蘑菇。这是不是灵芝啊？不要踹了，这个树很硬很大，树都100年了，哎，上面全是积雪，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积雪在上面。东西很硬很硬，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我们很想知道。既安静在这里，真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自然，只听见自己脚踩雪的声音，这样，好厚的雪。那边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另外一边。就是这一片区的顶峰，这里应该有1600米左右，然后我们都活着，呵呵，没有人在这个过程中丧失。我觉得我们都不懂，他们都不懂，那你用英文讲一下吧。走路，你用英文呢？英文说什么？ It's not cold today, the weather is quite good, there is snow, and I think you saw that we were,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playing in the forest.Don't push up too. So we're going to go down. 我们要下山了，下山了。然后我们现在回去。下午没踩一脚，这个雪就只会直接塌下去，这样。因为这里都没有，就是一是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少有人走的路，所以我每踩一脚就会塌下去。然后我们现在在从，因为之前我们来过这里，我们一直走的是往下面走的这条路，我们现在就想换一条新路走。上面写了这个标志，应该也是一条就是有那个画那个线，就是那个可以走的路。所以呢，我们现在往这边走，我们 Let's go。这个地方很高啊， yes. 我们怎么下去啊？不知道啊，去这个地方走路。可以直接下去吗？可以、啊。我们迷路了，然后刚好碰到一个大叔在这个山上，一个人，然后他给我们指路。
我们要下这个坡，然后往右拐。已经有一个麦凯利，他已经走不动了。我们现在在餐厅开始吃东西了，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这边呢，就是在山上最著名的东西就是奶酪，所以我们吃奶酪火锅，给大家看一下。奶酪火锅，好赞的样子。嗯，然后这里还有这种山上非常有名的这种赛普。这边呢，他们在吃的是这个烤肉，叫烤肉吗？炸肉。嗯，里面有红酒。红酒肉。这个是到山顶的这个缆车。Hello, 我们现在是已经从坐那个缆车上来了。然后这里是多少米？2100米。海拔2100米，然后其实不是很高，很多的雪，而且地上的雪非常的，就是那种新鲜的雪，刚刚下的雪，不是那种人造雪。我整个看去茫茫一片，然后全部都是山，阿尔卑斯山连绵起伏，真的很美。There is so much snow that we should wear sunglasses because it's so bright. 睁不开眼。So bright.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去逛一下，我们再走一下。Bye. Let's have dessert. We are all met now. C'est bien foutu. C'est pas bon. Hello, 我们现在下来了，我们从雪山上面下来，我们现在到了那个雪山滑雪站。然后我们吃饱了，喝足了，现在也差不多几点钟了？快三点四。3:45。快4点了。然后那个我们坐巴士来的，然后巴士是4:30会离开，所以我们在这儿逛一下就走了。所以今天的旅程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希望大家能点赞，然后继续关注我们，谢谢。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